口浓郁，带有萝卜甘甜，再用干贝提味，甜中带鲜。来自北投酒家名菜布袋鸭，做工繁复，得用薄薄一层鸭皮包住鸭肉、芋头和香菇，先炸再炖，考验主厨功力。它里面用的红葱头，用的是老菜脯，这个菜脯又是那个我们讲用菜头弄那个小的那个萝卜干，其实放了20年、30年，那个味道真的是台湾味，而且还有人情味。布袋鸭堪称一流的功夫菜，博园主厨阿巴斯不藏私，搬出秋楼菜替这次美食展打头阵，吸引排队人潮。那很好玩啊，我就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，要咬开这里面很多东西，对，好吃啊，很清淡，好吃。不分老小，一口接一口，民众直呼吃得好过瘾。不只有的是，还能现场观摩中破塞大秀厨艺，或是近距离欣赏中台主厨打 PK。打出台湾味，主厨端出华丽前菜，无论是秀刀工还是比摆盘，都是色香味俱全的一流飨宴。三立新闻。